看看新闻网。游本昌，你还记得是谁吗？大概绝大部分的七零八零后都会脱口而出，那不就是扮演济公的吗？十月秋深之际，游本昌带着他自己制作的六场话剧《最后之胜利》在上海演出。对大多数观众来说，大家熟悉的是游本昌在电视剧中邪而破、貌而破的济公形象，但这一次济公却变成了红衣法师。红衣大师跟济公，在形象上，这个做派上是截然不同的，一个是放浪不羁，一个是严格持戒。游本昌说，这是一次对于红衣大师的纪念巡演，也是一次对一贯支持喜爱他的观众的回报之旅。至于这一位红衣大师能不能给人以感动与崇敬，还请观众到现场来评判吧。